Hello,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来，我是 Luna Cholo。 今天的节目呢是一个新的节目，这个节目就叫做红人问答秀啊。基本上呢，我们这个红人问答秀呢，我们会邀请网络红人来我们的节目来交流交流啊，问他几个问题啊，来多了解他这样子啦。OK， 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来自外国的尼哥，sorry， 不是尼哥，他是一个有名的网络红人啊。OK 啊，废话不多说，我们先去 call 他。他先 call 来了哦，我们的第一位嘉宾还已经来不及啊，他先 call 我先。OK， 啊 ，Hello， 你好。Hey baby。哇。一开始就叫我 baby 哦，难道他是新的该有了我请到嘉宾来了啦 ？Speak English？ 哦，对哦，不好意思，我忘记了，他不会讲华文，不用紧，等下呢，我会放 subtitle， 等下你就看得懂了啦 ，easy peasy。That does not make sense.Are you trying to fuck with my brain? Huh? 我知道这样很没有逻辑，但是你现在看得懂啊，是不是？啊，哈哈，给你，我露娜是不是假的？那么我们来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my name is John C. What the?不好意思，你可以认真一点来介绍自己吗 ？My name is Buddy。嗨 ，Buddy， 你好。OK， 够了够了 ，Buddy， 不要这样子，你不用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加特效的，观众只要知道你名字就好了。哎呀，我知道你喜欢表演，但是我们先来做访问好吗？等下我们再给那个 Buddy 一点点时间来表演表演一下 ，OK？ OK， Buddy。OK， 那么我们首先来问他第一个问题啦，为什么你将黑 ？Man， this is very racist, man. Sorry, Buddy， 问错题目了。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Buddy 啊，你的姑姑笨吗 ？Are you serious? What the father fucking fuck is going on in here? 喂，拍谁？原来我按错那个单元的题目了，难怪啦，这些题目这样奇怪呀、这个对啊不好意思，观众。有一点 technical error。OK， 认真的题目。那么 Buddy 啊，现在的世界那么凌乱啊，你有什么、想建议的解决方案呢、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In my humble opinion, if you ask me what I think, you sucky. 不好意思，观众，我觉得呢 ，Buddy 呢，他讲这句话呢，他有另一番意思，对吗 ？No。不行，我们继续问他下一个题目吧。Buddy， 我问你，十加十等于多少 世界死的一天地 Fuck this man。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啊来跟你抢你的食物吃了，你会怎样对付那个跟你抢食物吃的人呢？ Oh no, come at me bro, come and try to take my chicken away from me. I will dismantle you, I will break you down like the way my digestive system breaks down this chicken. 冷静，这只是一个题目罢了，你这样凶，人家不会来抢你食物是吧？对吗，观众哦？他这样凶哦，
那么现在呢，听说 Buddy 呢，他很会唱歌的哦。Yes,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点时间来表演表演一下呢？啊，观众。啊！哇 ，Buddy 信心满满哦！哇哦，那你可不可以来唱一下？OK Buddy Buddy 哈 ，Stop 啊！你的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好听到我不敢继续听下去呀、啊、！Yes of course， 看你在唱歌对吗，观众？我没有在吹牛啊！嗯、啊，这首歌呢是我们听 Buddy 唱最好听的。喂，你可以不要再唱了嘛？你哥啊！You fucker, okay? Fuck this man. This is very dangerous. 我不好意思，巴蒂啊，我只是一时冲动，今天让我第一次主持这个 show 啊，我有点紧张啊，然后又要乱讲话，不要这样子啊，巴蒂，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This is shit. 哎，巴蒂。Who gives the fuck?So anyway，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就结束啦。然后这个节目只是纯粹娱乐吧，你们不要当真啊哈。然后你们喜欢的话，记得 like, sub and share。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拜拜。